电波。BBC 报道，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百姓维权联盟，中国百姓维权联盟对美国之音记者，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百姓维权联盟 ，My Chinese petitioner has escaped。中国百姓维权联盟组织进行 from the People's Rights Union of China。他每日前来香港参加七一维权团体，呼吁外界关注他们的状况。中国百姓维权联盟将再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向媒体。10月24号，他呢就是在这个郑州的黑监狱里逃出来，他的妹妹告诉他说：“你赶快走吧，你回香港吧，保命要紧。”那么他们就带着孩子就一起到了北京。24号那天他们去到新华门以后呢，他就是要求要回他的这个回乡证，他要返香港，就被这个北京市府右街派出所把他关押掉了。关押起来以后，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有一个女的，是一个高位截瘫广西的一个访民，叫韦碧玲，他们一起就给控起来了。由于这个韦碧玲他是一个高位截瘫，一个高危的病人，也不敢把他怎么样，他就放出来了。那么到了这个24号的深夜，也就是25号的凌晨，这个他就服了大量的安眠药。他服掉的这个安眠药，也就是发了短信给韦碧玲，他的原文就是：转告刘韩素华，我已经这个上面我已经写到这个原文，这个他的全文了，就是说这个我已经承受不了这种活罪了。25号的当天，这个韦碧玲就给我发了短信，也给我打了电话，因为那天我刚好在外面没有收到，直到半夜，25号的半夜，他才找到我。我当时很惊讶，在25号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对韩素华说话，韩素华不理他，眼睛很直。然后就告诉警察说他不对，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况他是有问题了。警察说他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有睡觉，是累的。那么这时候他们就是想给他喂水，就说你究竟是怎么？他依然不动。这个时候他们几个人就惊叫起来了，说出事了，他已经死了，说就很紧张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警方一看事情不好，紧急叫来这个警车把他送进医院抢救。韦碧玲告诉我，就说在抬他起来的时候，他的两个腿是打弯的，说我们当时都觉得他死了，说当时很害怕。也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说他自杀了，当时不知道死活。在这个他去看他的时候，和他的几个同事，就我们就安排，就说你们要去查他究竟怎么回事。我们也很惊讶。然后我们在查的同时，就是他和他的这个朋友去找他的时候呢，就被警方全部控制起来了。26号那天控制以后也没有理他，到27号的时候，事情就有点大了。26号他们去九庆庄，去访民集中的地方去打探消息，没有打听出来。27号再次去打探消息的时候，就把他全部控制起来了。控制起来以后，把他送到了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。是专门关押访民的地方。当时天气很冷，天气预报是6度，我们去营救的人在地面测的温度是4.8度到5.6度之间来回调这个温度，那个是半夜2点半。也就是在这一天的同时，韩素华已经在郑州了。这个时候这一天晚上他又自杀一次，这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，包括我们派出去寻找的人大家都不知道。韦碧玲呢，他是这个高位截瘫病人，大小便失禁，当时纸尿裤也没有带，把他扔到露天，不让他去房间里边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的裤子全部都是湿的，很冷。当时我们整个营救小组就开始，北京全部都动起来，我们北京分会的所有的人都没有睡，说我们去车接你可不可以，他们给不给走。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会给走，那就是说我的轮椅没有办法放，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大车能够把轮椅放进去的那种大车，全部都没有办法。后来我们就打电话去北京110，北京所有的公安机构根本电话就是说您的电话是空号，就是打不进去，全部这个在海外恐怕是打110报警你是打不进去的。我们打电话给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，他的电话是根本就没有人接。当我再次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身边刚好有一个警察，那我说你把电话给这个警察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是中国百姓维权联盟，这个他这样高危病人，你们这样的残虐他，你们是出于什么目的？这样是
很不人道的，希望你们马上安排一个房间给他，让他去休息，现在外边很冷，他这种情况你们看得很清楚。这个警察不说话，不说话又把电话给了他。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28号凌晨了，有一段录音大家可以听一下。喂，现在安排了吗？我现在是地上来了。睡在地上，他们还是不管对吗？对。好，现在我给你做一段录音，谈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韩素华是不是现在还是没有音信？你们查的结果？对。是什么情况？是人在哪里不知道？对。你把他的情况简单说一下。我就是在派出所，就是把他送到哪医院，说是送回当地了。嗯，说是送回当地。当地应该是那个香港，然后也查不了。嗯。等于就是你们几个找的人现在分别找不到他。对。好，就等于是那他如果没死，也要等他那个，也要等他那个是，或者要不然就是过来。他这个过了这个境以后才会放人。如果他要没有死，恢复了，他们可能会放人。以后都会伤退了以后才会放人。就像打针一样，伤退才能放。现在他生死未免的话，我们只能担心。现在他生死好不知道，我们只有担心。你现在这个情况，现在是这个10月28号，已经是凌晨2:30了。外边的气温我刚才查了一下，大概在5度左右，还比较凉。那么刚才我跟警方通了电话，他们现在走掉了，对吗？他没走，就在边上。就在边上，他们还是不肯安排，对吗？对。你把你的情况大概介绍一下。我已经坐轮椅坐了15个小时了。15个小时还是5个小时？15个小时。好。然后我现在，我压背部的疼痛受不了。嗯。我只能自己现在睡在这个院子的路前。你现在身体状况是什么状况？我现在身体状况，我有急性肾炎，没有自愈，胶肾没能打掉，现在尿垫裤子全湿透了，嗯，纸尿裤没得换，嗯，然后有膀胱炎，嗯，然后还有胆问题就不说了，嗯，我想冷得头痛，嗯，难受，嗯，好的，所以跟在地上。好，那就是说现在他们在旁边看着，就是依然不管，也不准你进房间，对吗？对，好，这里楼里边很多口房，嗯，但是不允许我进去。嗯，他们这样做什么目的？他们让我去医院，我刚刚提出要去医院。嗯，他们也不送。嗯，不给我休息。嗯，也是在折磨我。他不需要，他现在不需要对我用暴力，他用这种无形的暴力，他犯一种这种方式一样可以置我于死地。嗯，好了，我现在没法说话了。好了，你休息。你生气了。你注意保护好自己。有一点，如果明天我们跟你联系不上了，就意味着你已经出事了。你现在把自己保护好，好吗？这是28号凌晨，他一早一看不行了，送进医院了。给他抢救了一番以后，就是做了一番治疗以后，又把他赶出了医院，就是不允许他去住这个医院，他又流落到街头上去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和我们同样的不知道韩素华这个时候已经在抢救，在郑州抢救，而是25号那次自杀以后抢救过来就送到郑州去了。10月29号呢，就接到我们北京分会的另一个电话，就是说报告我们，就是说已经发现了韩素华的下落，就是他人已经被郑州抓回去关进黑监狱，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。
到了下午四点半的时候，突然接到这个郑州分会的电话，说也告诉了，说现在就是韩素华很危险，要紧急救援，就是请求救援，再不营救就来不及了。那么一个小时之后，大概也就是五点半左右的时候呢，突然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，这个电话是黑监狱内部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。当然我想可能是韩素华把我的电话给他，让紧急联系我。那他就讲，他说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他说我就问，我说有没有打人，他说没有打人，但是比打还要痛苦，比打还要恐怖，我们就可想而知了。我说具体这个什么情况，他说我不好在电话里跟你说，他说你过来我们谈，我会就是绑架他的人我们也知道是谁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，但是他是一个处级的干部，我们可以指认他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请你转告两点，第一，因为我已经想象到他在里面会干什么了，我说第一叫他停止一切，不要再去自杀，第二不要绝食。说我们已经，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你通过话了，说我们已经在积极地想办法。那么30号的时候呢，我就到了湾仔，在警察总署报了案，说这个香港的公民已经在大陆现在是这种情况，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能跨境执法。后来我跟他讲，我说这是人命关天，他说知道，我说，他说你应该通过当地的警方，我说这就是当地的警方黑白勾结的，我说这样的话只能置他于死地，我说我不要求你们跨境执法，香港警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公民，你们应该至少向大陆警方过问。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立案，我说那你要不能立案，起码你做一个记录，他说我会做一个记录。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号码，档案号码上面有的120-52-435。直到昨天31号，郑州分会又发了紧急求救这个信号，然后这个黑监狱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打来电话，就跟我讲，他说你的消息已经转到，他现在情绪比较稳定，但是希望你们尽快实施这个救援，否则他就完了。嗯，这是他现在被关在，到昨天的消息为止，他被关在郑州市老年公寓，这是一个黑监狱，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一个全部的一个经过。那么我要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两点，今天咱们这个发布会要提出两点问题。第一，我们觉得就是大陆同胞、香港同胞，大家都是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。我们你看大陆的访民呢，在他们自己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刚才我们已经听到这段录音，这样一种情况下，而且他的处境可能会比他们的处境分分钟要比韩树华可能还会悲惨，根本就不会有人理他们，都能挺身而出站出来连成网来营救他，就连里边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已经发出这样的信号了。我们香港人民没有权利保持沉默，香港政府是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公民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想对警方说一句话，我们不要求警方跨境执法，但起码作为韩素华他在内地出现这样的问题，警方有权利应该可以去过问，不能保持沉默。所谓跨境执法，我们想到七一大游行，大陆警方和香港警方的态度，大陆可以随时跨过来执法，而香港的警方呢就担心被扣上这个跨境执法的帽子，我觉得这都是对香港公民不公平的。那么下一步我们也将要采取措施，我们将致函给香港政府梁振英，让他出来关照这个问题。那么剩下来那我很简单，我应该说我现在先打个电话给那个正式和内地局的局长谭启源，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，我相信他应该跟那个大陆的方面去通报，还是把那个这个
情况跟那个中联办去说吧，说中联办说听到以后应该去过问，把那个韩女士那个情况